自与汪小菲结婚后，大 S 心甘情愿做人妇，并积极为怀孕做准备。有关她怀孕的传闻不绝于耳，但每次都是空欢喜一场。今日大 S 不但破了只吃素的原则，开始吃肉增肥，也通过中医调理身体，终于成功受孕。知情人称，大 S 怀孕的消息在北京的朋友圈中已经传开了。因为怀孕时间并不长，台湾人也很相信怀孕三个月内不能对外公开。据悉，她接下来的重心将放在安胎上，工作上除了之前定好的合约，其他一律拒绝。早前有传闻称，大 S 与 F 4将全部出现在某卫视春晚舞台上，但是大 S 已经怀有身孕，因此令杉菜和道明寺重聚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。